天就来了。预算今天有上线吗？今天没有上线。今天六点二十四到這邊。是从哪里来的？五点半从桃园搭火车上来的。那有对今天就是台湾的有什么期待吗？有，就很期待，因为台湾是海外第三家店，就很期待在台湾开这样。今天有预算吗？今天没有预算。